咖喱食上瘾，冚家食足365日啊！哇，咖喱香喷喷，正啊！不过如果日日都系咁食，仲系咪咁正咧？嗱，英国呢位咖喱爸爸就答到你啦。佢早轮啫嘛，喺餐厅食过咖喱之后咧，一食哦不得了，上晒瘾啊！几乎日日都要买外卖噶。不过就硬系觉得憎咁啲咁噃，于是咪索性自己煮，慢慢就摸索出英式嘅咖喱菜啦。咖喱爸爸钻研出咁多咖喱菜，屋企人咪都要日日咁食，俾意见咯。哎，好在佢哋食极都冇投诉噃。依家咖喱爸爸将煮咖喱嘅秘诀放上 Twitter 同人分享，仲吸引到成3万人关注添噃。